我想你已经猜到了，我从一个地方掉到了另一个地方。你也可以把它叫做穿越。如果我懂相对论，我一定能回到不会说话那天。不过这种感觉真他妈难受，就像吃了一块过期的黑巧克力。哦对了，我叫张静超，别人都叫我超逼，超人的超，妈逼的逼，就这样。我也忘了这台相机怎么会在我手里的，也许是那天晚上的那个男人留下的吧。我对新奇东西有着天生的敏感，不过这台相机已经出现一个月零八天25分了，我还没把它弄明白。不属于过去，不属于现在，他们理应不在这个世界上。人们在狭小的生活圈里相互模仿，朋友变得越来越像，却不敢远离，丢了自己。有种人是不会让你找到踪迹的，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他最后会去哪里。住我楼上的那个女人，可能是邻居之间都会慢慢有默契，每次在我思考的时候，她总会出现在我身后的三级阶梯旁。有一天我做了个梦，梦见我在云中飘飘啊飘，把自己想象成一只永远不会着陆的飞鸟。后来我发现只要仰着头就能有这种感觉，于是我就一直看，一直看。This is gonna take a long time, and I wonder what's mine. 我想可能是我小时候太过听话了吧，现在才会那么贪玩。贪玩这种事情就像血液里的病毒，一直潜伏着。我呢叫做超逼，别人都这么叫我。其实我是个非常开朗的人，以前我很喜欢讲话的，但自从高考那一年吃了庆功宴之后，我再也没讲过话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我觉得我的朋友依然很多。从黑暗中看一个人和从望远镜中偷窥一个人的感觉是一样的，你会发现他的动作和心理你都能感受到。
每次他都会在我走后5分钟出现，沿着我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，有时候手里拿纸片。在从前，当一个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他会跑到深山里，在树上挖个洞，然后把秘密告诉那个洞，再用泥土封起来。这个秘密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。但是，我想秘密都是想被人知道的吧。我一直觉得出车卖葡萄的人是不热爱他的工作的，葡萄那么容易坏，怎么能一直放着呢？而且晚上万一有人想吃葡萄怎么办？所以呢，这种帮助别人的事情只有我来做了。Como yo de ti, y a veces escucho un eco divino que envuelto en la brisa parece decir.神经病，放手放手，大晚上还真有卖葡萄的。好好好，我买我买我买。很久以后，你或许也不会知道以前有人在身后怎样的注视着你，在什么时候，在哪里，就像看风景的人永远也不知道它就是风景一样。有些人是不适合接近的，知道的太多反而会没了兴趣。有一天，我终于弄明白了纸片上所有的字，于是我开始了我的旅途。我漫无目的的穿行，总觉得应该有一件事等待着我去做。
是赌神，你才是。我出生后好像一直没有发生过洪水，不知道是老天爷保佑，还是政府终于干了件好事。我没有见过，所以我不知道洪水有多厉害。但我想这种强烈的欲望和冲动，就像洪水撕破堤坝一样，能轻易撕裂我的理智。Ничего. Успокойся, ничего. Все будет хорошо. Жалко, что вижу я тебя только когда мне уж очень плохо бывает. Ты меня слышишь? Да. Вот я и взлетела. Что с тобой, Маруся? Тебе плохо? Не удивляйся.Так понятно. Dans un ministère. А вы что? Любишь ли вы? Поздно. Но, Сережа, сейчас 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риедет из города. Денег-то у него. Нет, нет, мы передумали. Извините. 15 верст до города. Куда же? На ночь там дядя. Ничего, вы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, пожалуйста.那次穿行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不过他留了一枚戒指给我。我对着这枚戒指想了很多天，终于找到一个原因，可能是那次穿行了太多空间，把它弄丢了。在那个女人消失后没多久，我爸就生病住院了，听说是胰腺炎。不过我在经过走廊的时候，听到护士在讨论。小霞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部送来一个病人，竟然是因为吃了葡萄而死的。我听到后偷偷去太平间看了，真的是那天晚上买我葡萄的人。后来我才知道那串葡萄和他那天吃的东西起了反应，毒素一直留在体内。后来我想了很久，我决定回去救他。
我终于把相机留给了过去的我，并在天台给他留了秘诀，希望他能早点完成他想做的事儿。没人能挽留你在这个世界，就像没人能阻止你来到这个世界。如果非要说害怕些什么，我只是害怕老天丢给了我太多理想，却忘了给我完成理想的时间。